哦哟，好的裂缝啊！哟，土豆走上去差点陷下去了。这路不好走啊，对狗来说，腿儿太细了。土豆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这河里好多垃圾啊！不知道是大家露营扔的，还是以前河水退了以后的沉积物，太多垃圾了。两个太阳，呵呵，两个太阳。这里是干涸的抚河河床，人也都走了，散了嘛。就那刚刚那几个人都走了，刚刚那几个车子。嗯。